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继续关心的是嘉义县政府推动着英文教育，特别利用着彩色的学校空间来打造国际英语村。现在工程进入着完工的阶段，在设计是提供着情境式的学习环境，和教学融入着生活的经验当中。来到机场，准备出国，柜台人员为旅客检查护照，而且全程拢用英语来询问。你这个是拄啊完工的德建乡文工国际英语村，由广府规划打造着全英语的精进教学。除了将分轮机的柜台、海关和座位、规个报告教室，另外一间教室也真更新，市场商店想要购物，阁要来讲英语。这间我们主要是设定，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超级市场。然后这边就是有好几个柜台，我们会放像这边就是生鲜区，然后这边是蔬果区，这边是面包区，在他们在采买在游戏的过程中学到一些单字。对，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外籍老师。英语村有三位国外的老师和四位台湾老师进驻，学生一进门，佮进入到旅馆大厅，然后分配到宿舍。利用到时间用餐，用英文看菜单，点菜嘛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另外，外籍的师资不止提供全英语的情景，也带来着新科技影片的机卡，要来教好学生。我们很棒的是，有荣幸邀请到那个 Tim 老师来担任我们的英文老师。因为他即将在我们国际文光英语村啊，就是介绍这个蓝幕 green screen， 也可以说是 blue screen 这样子，他可以让小朋友仿佛不用出国就可以像好莱坞的明星一样拍摄很多影片。我们很期待这样的影片，然后可以带给小朋友好像遨游在世界上。是以竹崎乡特偏跟偏远学校为主，然后希望孩子们能到这里来体验5天4夜的全英语的一个教学的环境。文工英语村是以嘉义县内五年级学生为主要参加对象，偏向学子优先参加，每天出60人，5天4夜的课程，全程才会讲英文，完全融入到国外的风情。李管理的德杰国秀表示，山区有真侪孩童无出国的经验，透过课程个参照来到国外，会使提升到讲英文的自信。西京新闻台发德杰乡采访报道。